可以让团员先放下乐器来休息。因为呢，接下来这首歌呢，其实乐器会很少，只有钢琴，只有我，还有你们。然后要一起来唱的是《温柔》。其实我一直觉得一个小小的心愿，然后不一定会有很好的机会，就是会变成真的。但是当很多人的心愿都是一样的时候，其实这个愿望呢往往就有机会变成真的。例如说，今天你们想不想要雨天出来的时候雨会停？当大家都一起希望、一起相信的时候，我相信老天爷总是会给我们奇迹的。那当然，今天的雨停了是一件小事，但是花莲的美让全世界的人看到是一件大事。而这件事情呢，希望每个人都很努力的在心中许下愿望，埋下希望的种子，而老天将会让我们的最美的梦实现。总在风中渐渐阳光出现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是你抱着我，然后发现你的改变今后如果该怎么度过？天边风光，身边的我都不在你眼中，你的眼中藏着什么，从来都不懂。我真的不明白，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每次想靠近最孤单的黎明，不知道不明白，不想要为什么我巷子口，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自由。
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情那爱情的心里总是在孤单里再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你、yeah. 不知不觉不情不愿又到巷子口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让你自由谢谢大家。